狂暴李元芳。上线慢了一点，好像没有往上转。谢谢谢谢。两个人还在中路，这张飞要保这个人发育啊。我不想让他飙我，他耗我血不划算了。那他二技能一消，你肯定上去要点他的呀，就一直点一直点。哎，他这个设计还不错呀，二技能上来打我，知道我要用一技能躲在小兵后面。狂暴我开了，他交了一技能，你肯定要上去揍他的。不过他挺会躲兵线的，人估计还是挺会玩的呀。李白在中，老是给我挂个一技能，我上去转他呢，总感觉他还有个二技能，转他有点浪费表情。他不交二，我转不死他呀。啊，这波进攻是挡下来了。四个人来的上路，还好我没上头上去转他，让我亏死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人露头啊。解了解了，不要炸太多血，不太好。又得坐牢啊，兄弟们。把大招给交了呀，不是你这，我上去转没有意义，我上去转我跟那个张良换了没意义。不用回了，我们还是讲究一个平稳发育吧，后面找机会就行了。
没走啊，啊，真的是烦得很。小心半天，那个人还是住在上路的。小心了六分钟，发现还是住在上路，在搞你，我人都傻了。你说这发育路怎么玩？玩的我头皮发麻。单杀又难，一动手就是两三个人，也不动手就一直被压。你都不知道该不该动手了，真的是玩的气人，这个鬼发育路。一起杀星就旁边两三个，我不去支援了，我要让我的队友受受苦，好吧，该他们受苦了，加油加油，好好，都杀完了，好好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，好，一个大，哈哈哈，嗯，那我没有我什么事儿了，兄弟们，我已经不用受苦了。嗯，诸葛亮自己玩，都杀了。嗯，你不懂，我带个进化有啥用？要不解张良的蛋。嗯，你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这个英雄呢？又不解张良的蛋，难道李元芳的一技能不配拥有个计划吗？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呢？在我的直播间不都应该万战起步吗？嗯，你这个话一问，有点自降身份了啊。嗯，嗯，这诸葛亮好像玩的挺开心的，我们也不用去了。我推塔就完了，这把就纯纯推塔工具人即可。我怎么感觉他们那边越打不赢越打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想点塔。这么恶心的吗？都杀完了呀！杠三，是的，混就完事儿了，兄弟们。
们看看我，这伤害也是一个比一个离谱。他为什么往我脸上？所以他们是找到了突破口哎。杀其他人一点欲望都没有，直接人群之中第二技能大招揍我。嗯，陈楚亮个人秀嘞。你不会飞我吧？他一万二经济十五个人头，这一把他能打出16.0的评分。我真的感觉我这波要把他们都转死的，我一波大招垫要垫五个，我就缺伤害呀。嗯，我被墙打断了，我被那个张良的墙打断了，不然我真的这一波转应该是一波全部死干净了。我去拿个红，就剩下路没推了呀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要推塔，随便我队友怎么浪，我就要推塔。我点了一手净化，我人麻了呀！他怎么这个张良这个鬼大招，他永远捏的是我呢？吃个大吧，吃个大吧。四个魔女。线都推完了，16个人头的主量终于倒了一次。我都不敢直接往里面大了，兄弟们，我刚才准备大的，我想了一下，张良还在，我又不敢大了，能把我吓个半死。
直接点塔就行了，不浪吧？没想到最后我还是忍不住想浪一下，好不好？最后点推塔键就赢了的，但情不自禁呢，感觉这个大招还有这个进化，还有这个主动道具它都没用，有点浪费呀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